尝试。那我猜今天一定是吃各种脆皮的食物，这都能猜对，看来这美食没白吃嘛。来，老师，我申请先吃这个，这个快化了，必须一口吃完。哎，我知道，吃完就是你的，让你吃呢，让你玩呢，累积墨呢，那想办法呢嘛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这是多少口了？我还没嚼呢。你扣你的，我吃我的。要算嚼了吧？来，拿来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不知道老师年龄大了，牙口不好。扣什么？我脱臭了。那勉强给你加五分。啊！还用老师提醒考题嘞？还吃呢？音乐考试，这一题要吃出两只老虎歌曲的感觉。老师示范一下。老师，我来。不是让你给他充气呢，让你吃两只老虎来。老师，我会后期配音。太香了。吃的很香。你加个零点五。看你今天表现还不错，给你来个附加题吧。看来今天老师是被求婚了呀。那就来两个鸡腿庆祝一下吧。这叫鸽子，来，先给你扣两分。哎，也不知道谁这么没眼光，能扯到我老师。扣二十分。你给老师留着这个鸽腿可真大。没事，老师还有个鸽头呢。扣一百分，考试结束。别别别，老师，有啥话好好说。下一题二选一，请听题。心里种下一个种子，到了你到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下一句啥。我让你唱了，那名是啥？这次是真结束了。结束归结束，这小熊猫还是真可爱。老师不在，我就能吃两口三口了呗。那就小口吃吧。巧克力不存在吧？巧克力味的。最后的倔强。我今天这是考了多少分呢？今天考试吃各种脱骨的食物，今天挺丰盛啊，惠子老师。那可是，今天给你两口吃完，吃完都是我的，头都打傻了。不过没白来，今天还能吃两口。这是什么新招式？往嘴里狂转呢？脱骨，这招叫360度无敌旋风脱骨。360度脱骨，加五分。解锁新招式。两口，再来个大手枪腿吧。打着你这两口也吃不完。先脱骨。好，一口。这口不算，这口不算。哦，这口才是我的。给老师吃剩的，扣十分。下一个吃老师的手，扣五分。扣三分，盛老师。脱骨技术炉火纯青啊，勉强加十分吧。哎呦，这个手势似曾相识，不好，减三分。我吃个最有食欲的吧。合着到现在老师就只吃了个你的口水。我先脱个骨，减三分。啥意思？因为你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。脱骨都是我的。大嘴神功又进步了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敢问谁能做到一口脱骨？两口啦，鸡翅拿来。这个是什么腿？鸡腿。回避老师问题。就是鸡腿。减三分，小鸡腿。减两分，小鸟腿。减五分，鹅腿。减十分，老师的腿。扣五十分，这叫鹌鹑的腿。哎，又是只给老师剩个腿嗦嗦味儿啊。然后我们吃这个全场最黑的。这可是老师的最爱啊。不错，加五分，有悟性。Go。 对了，先给你加上十分。那就吃个这吧。哦，是真能吃啊。脱骨最后一题了，老师，我们一人一个加分，加四加分。那我自己吃。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行了，考试结束了啊。我觉得我今天考的应该不错，你们说我考了多少分啊？你们帮我算算我考了多少分。你这么丰盛。别急别急，今天语文考试吃各种声音必须一口吃完。哎，我知道，吃不完就是你的了呗。呀，这反应不错，先给你加五分。老师你说我第一个先吃什么？先吃全场最红的。全场最红的。有觉悟，加十分。吃个三文鱼吧，一口。真是一口都不给我留啊，扣十分。我这不是认真对待考题吗？这长得又丑又不符合老师气质，那就我吃了吧。哟，挺自作主张啊。来，扣十分。不知道老师最喜欢吃鱿鱼了，那就勉强给你留一口吧。剩下给老师，还算有眼色，加五分。他把我心疼坏了。这么辣你都不知道告诉老师一声，扣十分。我也辣。哇，
看着就有食欲啊，老师。嗯，看来你这是一口没吃完呢。嗯，老师，你这吃也吃了，加点分呗。嗯，加一分。季野老师，扣五分。不认真对待考题，扣二十分。你让他们评评理，这能怪我吗？这题都让你损坏了，你也别吃了。这个看着就好吃。这老师留一个，有眼色，加五分。哟呵，扣五十分。老师，你出的考题是一口，我不能每次都留给你。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，给你加两分吧。提醒你一下，分数马上负数了。老师，你看，老师我表现如何？嗯，不错，加十分。这一口允许你直接吃完，不用给我留。表现不错啊，加二十分。这二十分加的太不容易了。我摸一下，哟，还会正确吃法呢，加十分。老师给你表演一个纵享丝滑。今天考题一口还是两口？你在吃什么呢？扣二十分。考试结束。姐妹们，你们算算我考了多少分？数学考试都能吃了，扣五分。看着咋都这么眼熟呢？今天考题是吃各种过气网红食物，必须一口吃完，吃不完啊就是你的啦。第一题先吃这个，五秒钟数出它有几层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二十层，明明十九层，扣两分。不认真对待考题啊，认真认真，扣五分，认真老师。生怕给老师留呗，啊哈哈哈哈。不加分吗？不加不加。下一题吃樱桃鹅肝。好嘞。里面有几个？五个。上面这是啥呀？老师这还算吗？啊，算算算，六个六个。天哪，这鹅肝入口即化，还跟老师炫耀。扣五分。老师吃个柠檬，扣三分。老师我吃个柠檬，加十分。再吃这个黑糖，叔叔里面有多少个米粒？老师说有多少颗米粒就有多少颗米粒，加二十分。如此不可教育，扣五分。就让老师在旁边看你吃是吧？又想扣分了。老师我知道，这个你想问我上面有多少颗芝麻？哟呵，说到我心坎里了吗？二十六颗。是吧？先给你加十分。好，嘲笑考题是不是？先扣你五分，一口完事了，还想吃第二口嘞？下一个考题二选一，只能吃面积最大的那个。那个。还算你对了一题吧，加十分。剩下给老师吃。加二十分。最后一题，上面有多少可可粉？有一层可可粉。我说你答对了你就能吃。考试结束。我今天数学考试得了多少分？今天考试吃各种冰棒水果罐头，想借着考试理由答我就直说，减三分。老师我应该吃哪个？那就看老师喜欢吃哪个了。老师一定喜欢吃牛油果，扣五分。老师一定喜欢吃草莓。别忘了规矩啊，只能吃一口，剩下都是你的呗。一次性整。我谢谢你还给我剩点啊。下一个老师一定喜欢头上卷出来的绿，扣十分。红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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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庆，红色喜庆。迷惑行为，烫嘴啊，吹水有点冰。那我喝点冰水解解渴。下一个该吃。绝对不吃，绝对不吃，绝对不吃。我觉得你该吃黄铜罐头了吧。那老师，老师加两分有觉悟。老师不怕，你觉得让老师总喝汤好吗？好，扣绿色，扣三分，蓝色，加五分。你对绿绝对有什么误解，绝对有什么误会。给你个眼神，自己体会。这是好学生啊。老师吃肉，加减加减，不加分，不加分，加分，不减分，加分，减分，减分，吃肉。老师，我自动放弃这道考题。加分加加二十分，这道可以做，这道可以做。放你一马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哎，这道题给你吃，老师。等我吃完，非扣你二十分。哎，你们问我今天考了多少分？
今天美术考试吃各种颜色的水果罐头，哟，不错，还会抢答了，加5分。我还会抢答，老师。如果我一口吃不完，剩下都是你的了。不错，不加分。先吃白里透黑的。你在说什么呢，老师？我知道了，老师。先拿出我吃饭的家伙。这样子怎么有点像二师兄？一口。老师，请你喝汤。你这一口可真会吃。第二道题，吃青加红等于的颜色。老师，我三原色没学好，扣5分。老师，我知道。蓝色。肯定蒙的。对了，对了，加5分。哎呦妈呀，咋还漏水了？老师，内容给你吃。看来通过上一题有觉悟啊。来，给你先加10分。第三题，吃红火恍惚的。红火恍惚还用想吗？考验谁智商呢？质疑老师的出题能力。扣10分。老师喝汤。再扣10分。你简直就是我带过最差一届的学生。汤还是得喝。下一题，在美术里最受欢迎的颜色。这还用想？一看你美术课都没好好听，先扣你2分。这个颜色那当然不是了。这个颜色，哎呀，老师吃肉是给你加分还是减分呢？加分，加分，跟我一起喊加分，加分，加0分，没意思。下一题，吃秋天的颜色。啊？秋天没有绿色吗？秋天的是落叶，落叶什么颜色？落叶是母老虎的颜色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老师，这题你也有参与，咱俩一人一半，干杯！算你表现不错。50分。下一题，我知道，老师，这一题叫吃老师头上的颜色，扣50分，不及格。这么草率吗？那我就自己炫吧。看来这汤得请你们喝了，顺便帮我算算我考了多少分。